大家上午好，我是米莉。今天我想分享我的卧室。这是我的卧室，卧室在楼上，卧室里有一张床垫，床垫附近有一个闹钟，床上有棉被和枕头。卧室角落有一个衣柜，衣柜旁边有一张桌子和椅子，桌子和衣柜是棕色的，椅子是白色的。桌子上有一本书和一支笔，墙上有三张画画。虽然我的卧室不太大，但是我觉得很舒服。谢谢大家。